怎么看？看这个朱主席他后来就有回答媒体嘛，他不就讲了嘛，他就说意思我觉得就是跟我的态度差不多啦，就是郭台铭或任何人想要回国民党是大家都欢迎啦，但是这跟选总统应该不要把它扯在一起。那他也讲了，就是现在国民党的最强。